刚下火车的我路过天桥时，突然看到一个小姐姐，这腿太长了吧，身材也爆好，好像是个外国小姐姐，看起来有点难过的样子。哎，北漂不易，就祝她一切顺利。坐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你不是要往下跳啊？你有病吗？你有病吗？对不起啊，我是第一天来北京，误会了误会了，对不起。哎，你干嘛呀？啊？不是你，你干嘛呀？跟我回家。意外救了一个外国小姐。你等一下，我干嘛要跟你回家啊？你把衣服还给我。乖果，您这么会玩吗？看着还挺可怜。怎么有个手机？咱可不能占人便宜，赶紧回去还给他。哎，手机。要不我带你吃个饭去？你不说话，我走了。能别留我一个人吗？